你还是尽快结束这个节目。没事儿，就一个月嘛，况且要退出也得有理由，不然要赔违约金。抱歉抱歉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要不今天咱们的单全部免单。没事，你去吧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都红了你还说没事啊？你是傻吧？还笑得出来？滚烫的热水你都不躲？我躲了，你怎么办呀？你是个女孩，手上有一道疤，你就嫁不出去了。这么帅，有道疤更酷。多一道疤还酷的人只有 Harry Potter。哼，嗯，你怎么淋湿了呢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，伞丢了。这也能丢？怎么不吃呢？没胃口。人家可是霸道总裁，哪看得上咱们这个？饭是无所谓，我看不上的是人。你怎么了？喝点水。来，干杯！哇！林婉，嗯，陆巡，我超喜欢你们的，可以和你们合张影吗？那个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在吃饭，他们不太方便。你是谁？我也上过电视，我和林婉超话有十二个 CP 粉呢。那你帮我拍着。谢谢陆总送我回家，今天多亏了你。陆总慢走。有事儿？孟娇今天能来陪你住吗？孟娇有事已经回公司了，再说我本来就是自己住。我要借宿一晚。陆总，为什么呀？太晚了，打不到车。啊，你个总裁没有司机吗？下雨。那也能开车呀。司机去生孩子了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旁边就有一家酒店，我给你发地址。我从来不住别的酒店，你最近最好不要惹任何人，看见任何可疑的人都要。最可疑的就是你了。什么？陆总，你也不能住我家，我家就一间卧室，而且我记得你还欠我11万5。陆总，你累不累啊？你想喝点什么吗？水呀，茶呀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脸色这么差还说没什么？你发烧了？
来，我扶你。来，哎呦，对不起。我现在都不清楚是哪里疼。对不起，陆总，你早点休息啊。哎，